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园子最美的时候。一个手在这里，嗯，哎呦，哎，对，这个手势就非常像你摘一朵棉花。我经常就在这时候就躺下来，就闻到草的气味，觉得就有点像洗过澡一样的。我是对这个月季有点微词，就是月季老开过于热情，你能感觉它有自己有一个秩序 natural、它给我们最大启示其实就是别太讲效率。陈老师是他原来一直做文学，然后呢他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身份，是陈山植物园的文学园长，所以呢他会出去寻找这个植物的故事。因为我其实喜欢乐器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。其实就是2020年不是大家都关门了嘛，然后那个陈山植物园的园长，后来那个园长就说反正你也出不去了，你来玫瑰园玩吧。然后我就去了玫瑰园，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有人来教我关于玫瑰的知识，然后关于植物的知识。去年的10月份，我去美国西海岸 Huntington 是存了好多好多漂亮的月季。这是佛剑笑，是拈花微笑那个？不是那花，不是，不是，不知道是什么花，随便一个花，无所谓是哪花。它其实是唐宋时候的月季，佛剑笑。我那天一跟他讲，他特别讨厌哦，然后他马上说，哦，就跟佛跳墙一样。然后我说，俗气俗气。我后来想到，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也是在院子里种了好多这个月季花，应该是这种中国的品种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住的靠车站很近，所以就等车的人都会过来看你们家里种的花。然后这个是 Huntington 的那个，哎，这你看这不一样，你看这是睡美人。你看是这样的，我这个对花的知识很浅薄，就我就知道有一种。比较简单，有一种比较繁复，我知道是，就是那个比这好看多了。这个是在河南找到的，因为它睡美人的意思就是它头是这样，是这个意思。它倒下来，但是我觉得它最灵的是它这里有点粉粉的，就一个人睡着了，不是会脸上会很暖和的时候。早上说是不是也是这么低着头？就是低着头，它抬不起头来。这个是 Sacramento 的特别老的一个墓园，他们就发现了很多古老的玫瑰。后来就有一个老师退休了，请志愿者在整个西海岸找那些古老的月季，然后把它移种到这个墓园来。所以这个墓园后来就变成了世界玫瑰名园，因为它是古老的月季和古老的坟墓是放在一起。芷兰老师其实除了是作家以外，他对植物也是我们叫资深植物研究者，很厉害的。根本就我们谈完全谈不上，就是我是对这个月季有点微词。怎么讲？因为别的花呢都是开完之后就没有了，就是月季老开。所以他这个就是好像有点过于热情。我觉得这花应该是像樱花那种，是轰轰烈烈开完之后。一个礼拜你看不上没有了，这个花就谢了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这花败的时候特别难看，这个败相特别不好看。不好看吗？我小时候我就说我爸爸种的那个月季哈，我就捡回来，我看它花谢的时候，它就是那一半就是那个线条是很刚直的。我还说哎呀，这个柔柔的花它败的时候是给我一种很刚直的感觉。但是你如果在外边在室外你看那个，比方说这一片花里边有一个枯了，然后之后那个样子是特别丑，真的确实是那个就完全是那生命没有了，就所以我觉得它搁的墓地特合适，就是它特别能够显现出那种就是它死了。
白木香，重瓣白木香，紫心重瓣。